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早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早安。今朝我哋一齐嚟睇诗篇一百一十七篇。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七篇。全地要赞美耶和华。全地要赞美耶和华。所谓全地就是万国万民。所谓的全地就是万国万民。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族群。每一群百姓。每一群的百姓。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都要赞美耶和华。都要赞美耶和华。我哋寻日讲到咧，诗篇一一七可以连喺诗篇一一六嘅。我们昨天讲到诗篇一一七可以连于诗篇一一六。但系我哋按照住圣灵所保守嘅，咁呢一个嘅系分法咧，将呢两节圣经就系成为一个诗篇。我们按着圣灵的保守，我们就把这两个诗篇成为一个诗篇。所以诗篇一一七只有两节。所以诗篇一七。只有两节，但你唔好睇呢两节喎。但你不要看它只有两节。哦，啊，得两节啫，好简单啫。只有两节，很简单。呢个系最短嘅篇章。这是最短的篇章，却系最高嘅篇章嚟嘅。却是最高的篇章，最广嘅篇章，最广的篇章。所以神嘅话语真系奇妙。所以神的话语真是奇妙。佢虽然系最短。它虽然最短，但系佢嘅内容，佢所讲嘅咧，却系最高最大。但它里面的内容所讲的却是最高最大。譬如得两节啦，系咪？只有两节。但系我俾个标题却系全地。但我给它的标题却是全地，好广好大，很广很大。就唔系单单以色列啦，就不单单只有以色列，而系。每一个国家，而是每一个国家都要系都包括在内嘅，都包括在内的。咁呢篇诗篇又系一个嘅赞美诗啦。那这篇诗篇也是一个赞美诗。系呢个赞美咧系命令式嘅。这个赞美是命令式的，就系每个人当或者一定要，就是赞美耶和华。就是每个人当，而且是一定要赞美耶和华。全地一定要。全地一定要是一个命令式的，是一个命令式。我哋睇呢篇诗篇嘅内容咧。我们看这篇诗篇的内容。其实好简单嘅，佢个结构。其实它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呼召，一个原因。一个呼召，一个原因。系咪？是不是？呢个呼召就系赞美神。这个呼召就是赞美神，然之后第二节就讲个原因，然后第二节就讲他的原因。讲完咗原因之后咧，又再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讲完原因之后，又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头尾都系呼召嚟嘅，所以头和尾都是呼召，或者系命令式嘅呼召啦，命令式的呼召。但系中间咧就系嗰个主体啦，但中间就是主体，就系个原因，就是原因。今日我哋就要。是进入这个的主体原因当中。今天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主体跟原因当中。虽然是得两句，如果你讲它的主体的话，得两句而已。虽然只有两句，就你讲它的主体只有两句。但是这两句其实是包罗万有。但这两句确实包罗万有。我们先来看吧，第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颂赞他。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Praise all, praise Yahweh, all nations. Praise Yahweh, all nations. 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系按照原文嘅次序咁样嚟讲嘅。我们按照它原文的次序来讲。Praise Yahweh。Praise Yahweh。就系赞美呢个永活嘅神啦。就是赞美这个永活的神。即系你要将神呢系显明出嚟啊。就是你要把神显明出来。Praise 呢个字就系显明啊。Praise 这个字就是显明。神系又系点嘅咧？耶和华是怎么样的呢？耶和华究竟是点嘅咧？耶和华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赞美其实就将耶和华系点样嘅一位嘅神咧，系 make clear 就系将佢表白出嚟。
赞美就是 讲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个神，把它显明出来，表明出来。用英文来讲就是 make clear Yahweh。英文来讲就是 make clear Yahweh。Make clear I am who I am。Make clear I am who I am。就是将永活的神是要将它表达出来。就是把永活的神要把它表达出来。这里是 all nations。这里是 all nations。我们翻为万，万都未是全部。我们翻译万，但是万都还不是全部。我翻万国。他翻万国。其实都未到全部。其实都还没有到全部。但是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里的国又是特别是指外邦。这里的国特别是指外邦。所以就是 all the foreign nations， 就是 all the foreign nations。所以我哋中国人，我哋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中国人要赞美耶和华。嗱，耶和华系以色列嘅神喎。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但现在咧，却系外邦所有外邦国家都要嚟赞美佢。但现在却是所有外邦国家都要来赞美他。唔单止以色列啦。不单止以色列。第一诗篇一六咧，就系特别系讲到以色列啦。那诗篇一六就特别讲到以色列，一七咧就系讲到全部嘅外邦，一七就讲到全部的外邦。我哋亚洲嘅国家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亚洲的国家要赞美耶和华，美洲啊，非洲啊，美洲、非洲，所有澳洲啊，澳洲，每一个地方嘅国家，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每一个地方的国家，全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即系每个嘅民族国家，佢哋都要将耶和华嘅属性表明出嚟。就是每一个国家都要把耶和华的属性表明出来。咁样去对耶和华。这样子来对耶和华。耶和华系全地嗰个敬拜嘅中心嚟嘅。耶和华是全地敬拜的中心。所以唔系任何嘅偶像。所以不是任何的偶像。唔系任何国家所信奉。嗰啲嘅假神，不是任何国家所信奉那些假神。埃及都要嚟敬拜耶和华，埃及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呢个整个国家外邦咧要嚟敬拜神啦。整个国家外邦要来敬拜神。仲有咧 ，praise him， 赞美佢。第二句，还有 praise him， 赞美他。第二句 ，all peoples， 赞美佢所有嘅百姓啊，赞美他所有的百姓、啊，所有嘅人民，所有的人民。唔单止国家要赞美佢，不单止国家要赞美他，每一个国家嘅人民都要赞美佢，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要赞美他。今日我哋如果喺社会运动入边，你就知啦。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运动当中，你就知道国家同人民未必系一齐嘅，国家和人民未必是站在一起的，可以唔同嘅立场嘅，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但系呢度讲到国家同人民都同一个立场。但这里讲到国家和人民都是同一个立场，大家都是应该这样做，大家都应该这么做，就是赞美耶和华，就是赞美耶和华，颂赞他，颂赞他，称颂他，称颂他。我们看到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为什么呢？这里就是说，其实每个国家每个群体都要嚟敬拜耶和华啦！这里讲到每个国家群体都要来敬拜耶和华，要将耶和华嘅属性表达出嚟，要把耶和华的属性表达出来。喺呢度，即系 praise 咧，就系话啊，耶和华对我哋系点嘅 ？praise 就是耶和华对我们是怎样？耶和华对我哋系点嘅？耶和华对我们是怎么样？昨日我哋讲到咧，耶和华用口恩待我啊！昨天我们讲到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们，耶和华系向我施厚恩、施慈爱嘅嗰一位。所以我们就说耶和华是向我们施厚恩、施慈爱的那一位。系，我哋虽然去到好艰难嘅地步，我们虽然去到很艰难的地步，我哋喺艰难当中，让耶和华听我嘅祈祷嘅。我们在艰难当中，耶和华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佢向来系用厚恩待我嘅。因为他向来是用厚恩待我的。我要报答耶和华。我要报答耶和华。呢个就系寻日诗篇一一六所讲。这就是昨天诗篇一一六所讲。就要将神嗰个嘅属性，神点对我哋咧，系讲出嚟。就是把神的属性，神怎么样对我们来讲出来。我哋跟住咧嚟到第二节啦。然后我们来到第二节。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这两句是主要的内容，这两句是主要的内容。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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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全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呢？为什么全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和本的翻译就是说，他向我们大施慈爱了，他的诚实存到永远了。和本的翻译就是，他向我们大施慈爱，他的诚实存到永远。或者他的信实存到永远了。或者他的信实存到永远。因为神是这样。因为神是这样。这里讲到是大施慈爱啦，同埋神嘅诚实啦。这里讲到大施慈爱，还有神的诚实。全地咧要嚟赞美神，全地要来赞美神，敬拜佢，敬拜他，以佢为中心，以他为中心。全地嘅中心系耶和华，全地的中心是耶和华，全地都要归向佢，全地都要归向他，因为佢大施慈爱，因为他大施慈爱，因为佢嘅诚实存到永远，因为他的诚实存到永远。我哋睇。大施慈爱同埋诚实传到永远咧，系好 liturgical 嘅，即系一个疑问咁样样啦。我们看大施慈爱，还有诚实传到永远，是一个疑问。就好容易就碌咗过去啦。很容易就这样过去了。似懂非懂啊。似懂非懂。其实我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懂嘅。其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懂，但是呢却是不是真的懂，却不是真的懂。这两节圣经当我自己漫游十诫完了之后，只有两诫，我已经很有深的体会。当我漫游十诫，虽然只有两诫，但我已经很有体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漫游十诫的信息你要再听，所以大家漫游十诫的信息你一定要再听。对我来讲都是得益不浅，对我来说都是得益非浅。所以当我看这两句的疑问的时候，所以当我看这两句的疑问的时候，赞美诗的疑问，赞美诗的疑问很多时都会出现的，是吧？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但是这个疑问究竟是什么意思？那究竟这个疑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懂吗？我们真的懂吗？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我将它翻译是For his mighty over us, his mercy. 我把它翻译为 For his mighty over us, his mercy over us, his kindness. 或者是 his kindness. For his mighty over us, his kindness. For his mighty over us, kindness. 我将个原文直译过来。我把它原文直译过来。因为 his mighty over us. 因为 his mighty over us.His mercy, His mercy, His kindness, His kindness. 原来咧系神嘅 kindness。原来是神的 kindness。神嘅 kindness 即系话神对我哋好好啦。意思就是神对我们好好。唔应该对你咁好嘅。不应该对我们这么好。其实我哋人都系罪人嚟噶嘛。其实我们人都是罪人。我哋人都系应该受审判的，我们人都应该受审判，好像以色列这样应该受审判的，好像以色列一样应该受审判。这一篇的诗篇呢，这一篇的诗篇116、117都是116、117其实是被掳后的诗篇来的，都是被掳后的诗篇。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就是说他们亡国之后，就是他们亡国之后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外邦，他们在外邦当中，他们在外邦当中，其实他们在罪孽里面，其实他们在罪孽里面，就是说如果呢我们从一个人犯罪的人呢，他还坐在监狱的意思了，就好像一个人他犯罪了，他仍然在坐监牢，他还在 serve 他的 penalty， 他还在 serve 他的 penalty， 他是服刑的，他在服刑，他仍然是戴罪之身，他仍然是戴罪之身。但是这篇诗篇呢，却是讲到全地要来赞美耶和华，但这篇诗篇却讲到全地要来赞美耶和华，以色列人要赞美耶和华，以色列人要赞美耶和华，外邦人都要赞美耶和华，外邦人也要赞美耶和华。而每一个人都不是异人，
而每一个人都不是义人，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是对所有罪人来说，是对所有的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我们都应该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我们都应该受审判。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有些人真的不是这样想，我想到这里我就想，有些人真的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不明白神的 kindness， 他们不明白神的 kindness， 其实是神给 kindness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kindness。 有些人来参观我们教会，有些人来参观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十一个核心价值，看到我们十一个核心价值，他第一个反应是，他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你们核心价值没有公义的，为什么你们的核心价值没有公义呢？其实如果你讲公义，就是讲审判啦。那其实你讲公义就是讲审判，是不是？对不对？有哪一个人有权审判别人？有哪一个人有权利审判别人呢？有哪一个人有向神可以向神要求公义？有哪一个人可以向神要求公义呢？冇啊，没有。诗篇咁讲，罗马书都咁讲。诗篇这样讲，罗马书也这样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从耶稣基督嘅角度嚟睇，就边一个人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掟呢个淫妇咧？对耶稣来说，哪一个人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丢这个淫妇呢？哪一个人可以坐在审判位的座位上边来审判别人呢？谁可以坐在那个审判的位置上来审判别人呢？没有啊，没有。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审判座前的啫。我们都只是在审判座前。但是对于我们接受耶稣的人，但对于我们接受耶稣的人，接受神恩典的人，接受神恩典的人，我们不是在审判座前，我们不是在审判座前，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到施恩座前，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到施恩座前，就是神的 kindness， 就是神的 kindness。 神没有要我们 serve penalty 到死的地步，神没有叫我们服刑到死的地步。正如今日我们面对全球 COVID-19， 正如今天我们面对全球的 COVID-19， 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幻，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化，经济的艰难，经济的艰难，还有呢，就是大气层的破洞，还有大气层的破洞。其实这些是我们的罪，其实这些是我们的罪，但是神给我们 kindness， 但神给我们 kindness，他没有将公义追我们到底，他没有将公义追我们到底，要有惩罚的，有惩罚的，但是有恩典，但有恩典。在这个地方好像罗马书这样说，是恩典是大过罪的，在这里讲好像罗马书说恩典是大过罪的，先是恩典后是公义，先是恩典后才是公义，所以我们核心价值是先恩典后真理，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先恩典后真理。我们不会是去批评人，我们不会去批评别人，我们总是给恩典人，我们总是给人恩典，但我们不批评人不等于我们说我们是没有真理，但我们不批评人不代表我们没有真理，只是我们不去伸出指责人的指头，只是我们不去伸出那指责人的指头。神是用 kindness 对我们，神用 kindness 对我们。这里讲到呢，这里讲到他向我们大施慈爱，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就是他的 mercy， 他的 kindness， 就是他的 mercy， 他的 kindness， 他的 mercy， 他的 kindness 是怎样对我们这些应该被惩罚的人，他的 mercy， 他的 kindness 对我们这些应该被惩罚的人是怎么样呢？ Is mighty over us. He's mighty over us. He's mighty over us. He's mighty over us. 或者 prevails over us. 或者是 prevails over us. 就是胜过我们啊，就是胜过我们，盖过我们啊，盖过我们。我们就是翻为大师，我们就慈爱过大师。我们就翻为大师慈爱的大师，大大施行，
大大施行。咁其实咧就系、是、盖过我哋嘅意思，就是盖过我们的意思。呢、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喺旧约圣经咧，系创世纪第七章。这个字在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七章。讲到洪水浩大啊！讲到洪水浩大，其实咧即系话嗰个洪水咧就系、是、跨城，就是讲那个洪水跨城。我想睇睇噶啦，我想看一看。嗱，第七章十八节。第七章十八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呢度水势浩大，浩大嗰个字咧，就系呢度嘅大师啦。那这个水势浩大的浩大，就是在这里的大师。其实咧，就即系话个水不断嘅往上涨。就是讲那个水不断的往上涨，盖过一切。盖过一切。呢度就系话神嘅 kindness。这就讲神的 kindness， 盖过我哋，盖过我们，唔单止以色列，不单止以色列，仲有万国万民，还有万国万民，全地，全地，神嘅 kindness 唔单单对以色列嘅，神的 kindness 不单单对以色列的，对我哋香港人，对我们香港人。对日本人、马来西亚人、美国人，对日本人、马来西亚人、日本人、美国人、非洲人、澳洲人、非洲人、澳洲人、英国人、英国人。今天我们看到 COVID-19 变种，哇，我们都哇好紧张了。今天我们看到 COVID-19 它变种，我们都很紧张，全世界都很紧张，全世界都很紧张，纷纷对英国的航班呢就是不准入了，纷纷都阻止英国的航班进入，不准，不准，对，不准进入，阻止，禁止他们进入了，就禁止他们进入。还有说南非，还有南非，英国说南非都更厉害，那个变种更厉害，南非那边变种更厉害，又禁止南非的航班进入了，也禁止南非的航班进入。但今天我觉得这篇诗篇跟我们说呢，但我觉得今天这篇诗篇对我们说，神的 kindness， 神的 kindness 盖过我们的一切，盖过我们的一切，盖过我们这些罪人，罪人盖过我们所犯一切的罪，盖过我们所犯的一切罪，甚至盖过我们该面对的审判，甚至盖过我们该面对的审判。神用 kindness 来拥抱我们，神用 kindness 来拥抱我们，遮盖着我们，遮盖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纵然面对这个 COVID-19， 再加上它的变种，神的 kindness 仍然在这里。所以纵然我们面对 COVID-19 还有它的变种，但神的 kindness 仍然在。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它的 kindness 大过我们的一切，因为他的 kindness 大过我们的一切，遮盖了我们，遮盖了我们，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的软弱，甚至我们今天一切的艰难，甚至我们今天一切的艰难，神的 kindness 盖过我们的经济问题，神的 kindness 盖过我们一切的经济问题，甚至盖过我们国与国民与民之间那个的争斗的心，甚至盖过我们国与国民与民之间争斗的心。真是大师慈爱咧，讲唔完啊！真的大师慈爱是讲不完的。原来我哋每一个人，全地嘅人都面对住神呢个恩典。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全地的人都面对着神这个恩典。仲有吓，呢度仲有好好嘅。后面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我将佢直译咧，就系 And the truth of Yahweh is forever， 我把它翻译为 "And the truth of Yahweh is forever"， 或者 "And the stability of Yahweh cannot be seen"， is out of sight 咁嘅意思。And the stability of Yahweh to be seen is
cannot be seen， cannot be seen， 就系睇唔到嘅，就是看不到的。存到永远嘅意思咧，存到永远的意思，就系 view from sight， 即系话睇唔到啊，即系遮盖住睇唔到啊，就是看不到遮盖住的。呢度我将佢翻为系存到永远，我们这里把它翻成存到永远，就系话原来咧系耶和华嘅，特别讲耶和华佢嘅诚实。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的诚实。呢个诚实嘅字根系 amen， 这个诚实的字根是 amen， 就系支柱咁嘅意思，就是支柱的意思，系不动摇嘅，是不动摇的。耶和华永活嘅神不动摇。耶和华永活的神不动摇，这里讲他的什么不动摇呢？这里讲他的什么不动摇呢？其实是讲他的 kindness， 就是讲他的 kindness。 前面所讲的他的 kindness 胜过我们一切，前面讲他的盖过我们一切， kindness 胜过盖过我们的一切，而且这个 kindness 是永不变改，而这个 kindness 是永不变改的，他会一路下去，他会一路下去，去到甚至你看不到的地方，甚至去到你看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时间，看不到的时间，是你完全看不到的，是你完全看不到的。即是神的 kindness， 就是神的 kindness，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从创世以来，从创世以来，神一路拣选拖大，神一路拣选拖大人的犯罪，然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神跟以色列立约，然后以色列人又亡国了，然后以色列又亡国，但一路都是神拖大的，但一路都是神在拖大。记得十诫吗？记得十诫吗？第一诫，第一诫，从创世以来，从创世我拖带着你，创世以来我拖带着你，再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别的神，是没有其他的神，是没有别的神。今天以色列你成为国家是没有其他的神，今天以色列整个国家没有其他的神。我跟你立约，我都拣选亚伯拉罕，我也拣选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说，神跟亚伯拉罕说，我拣选你，我拣选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祝福你呢？为什么我要祝福你呢？目的是叫万国因你得福，目的是叫万国因你得福，万国要因你得福，万国要因你得福。神其实是想着全地，神其实在想全地，所以呼召亚伯拉罕，所以呼召了亚伯拉罕，从他而出，从他而出就有以色列了，就有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的神给以色列的救恩要临到外邦 万国的，但神给以色列的救恩要临到万邦万国。但是以色列其实一个嘅镜子俾我哋睇到，那以色列其实是一个镜子，让我们看见。原来我虽然被神拣选，但我哋仍然软弱嘅。虽然我们被神拣选，我哋好需要神嘅 kindness。我们很需要神的 kindness。所以以色列亡国啦，所以以色列亡国了，但神仍然有 kindness 俾佢，但神仍然有 kindness 俾他。神让佢被掳，神让他被掳，但又让佢复兴归回，但让他复兴归回，甚至让呢个福音呢是要传向外邦，甚至让这个福音传向外邦。所以原来人做不到了，所以原来人做不到了，人做不到公义了，人做不到公义了，人做不到守约了，人做不到守约。但是神守约到永远，但神守约到永远，到你看不到的地步，到你看不到的地步。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外邦透过耶稣基督，外邦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使徒，透过使徒就得着祝福了，就得着祝福了，万国就因而得福了，万国就因而得福。这个都是神的 kindness， 这些都是神的 kindness， 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神透过这一样东西，神透过这样东西，让全地的人都蒙受他的 kindness， 让全地的人都蒙受他的 kindness。 今天我站在2020，今天我们站在2020，就来2021了，就快2021，你睇下过去，你看一看过去，系神一路嘅 kindness 到现在，就是神一路的 kindness 到现在。仲有咧？还有呢？佢嘅诚实存到永远，他的诚实存到永远。呢度唔止佢系耶和华嘅诚实存到永远，这里是讲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佢系自由永有嘅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永活的同在，他是永活的同在，他的 presence 是 always there， 他的 presence is always there。 不单止过去，不单止过去，从创世以来到我们现在2021，创世以来到现在2021，往前行，往前行是去到你看不到的地步，是去到你看不见的地步。这个就是神的 amen， 这就是神的 amen， 他的 stability，他的 stability， 他的不
变改。他的不变改，我哋翻为诚实，我们翻为诚实，或者信实，或者信实。其实神嘅不变，就是神的不变。佢创世嘅计划，他创世的计划，救赎，救赎，向人施 kindness， 向人施 kindness， 系不变，是不变的。到一个地步，你睇都睇唔到。到一个地步，你是看都看不到。神永远都系咁。神永远都是这样。向我哋施慈爱。向我们施慈爱。所以全地最后一句，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最后一句，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全地啊。全地。万国万民，万国万民，以色列要赞美，以色列要赞美，中国要赞美，中国要赞美，美国要赞美，美国要赞美。哇！弟兄姊妹，如果全地每个国家都赞美耶和华，主耶稣基督就翻嚟啦。弟兄姐妹，如果全地万国都赞美耶和华，主耶稣就回来了。而我今日要特别对六一一嚟讲嘢。那我今天要特别对六一一来讲话。我哋嘅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姐妹，神俾我哋遍植生命树。神给我们遍植生命树，生命树遍植去到六十一章十一节，生命树遍植去到六十一章第一节，十一节，十一节，就是我们要在万民之前是发出赞美，就是我们要在万民之前发出赞美，生命树是要在万民之前发出赞美，生命树要在万民之前发出赞美。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遍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遍植呢？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因为神在我们中间，神给我们这个意象，神给我们这个意象，并且是神跟我们讲的，并且是神跟我们说的。神又再印证，多次的印证，神又再多次的印证，我们要遍植，我们要遍植。但是领受完这个之后，跟着就社会运动，又是疫情，是不是？领受完这个之后，就有社会运动，有疫情。但是今天看到神真的要透过我们，让敬拜和赞美在万民之前发出，但神真的要透过我们，让我们敬拜赞美在万民之前发出。其实就要让万民一起同我们来敬拜赞美。其实就是要让万民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所以我们要这样去行。所以我们要这样来行。这个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吩咐。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而神为什么可以这样吩咐我们呢？而神为什么可以这样吩咐我们呢？耶和华呢？我讲到这篇诗篇是好高又好大啊嘛，系咪？我讲到这篇诗篇是很大、很宽、很广。我已经讲咗阔啦。我已经讲了宽广。从亘古，从亘古到你睇唔见嘅永远，到你看不见的永远。高啦，系咩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佢嘅 kindness 高过我哋嘅一切。他的 kindness 高过我们的一切。神系至高啊！神是至高。他不单止高过你的能力，他不单止高过你的能力，你能力解决不到的问题，神都高过。你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他是地上君王敬拜的中心。所以他是地上君王敬拜的中心。他是万国敬拜的中心。他是万国敬拜的中心。他是超乎万民之上。他是超乎万民之上。他是超乎我们每一个国家。超乎每一个国家。超乎每一个偶像。超乎每一个偶像。每一个假神。每一个假神。Amen. Amen. 所以神是至高，所以神是至高。我们这样来敬拜他，我们这样来敬拜他。但我们敬拜不单单因为他至高至大，我们好像被逼那样，不是。我们敬拜他不是因为他至高至大而我们被逼的。你大了，不是。你最大了，我们。我们敬拜他，我们敬拜他，因为我们都领受他的 kindness， 因为我们都领受他的 kindness， 从亘古到永远，从亘古到永远的 kindness。我自己都是这样领受，我自己都是这样领受。我没有想到今天神可以这样用我，我没有想过神今天可以这样子用我。我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人，我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人，没有人看得起我的，没有人看得起我。我以前有想认一些属灵长辈做父亲，他都说不好了。我以前想认一些属灵长辈为父亲，他们都说不好了。他只是跟我说 Father yourself，他说 ：“Father yourself， 点解揾我做你老豆啊？为什么让我做你爸爸呢？你自己做你自己老豆，你自己做你自己的爸爸。我是被撇弃的，我是被撇弃的，生父撇弃，
生父撇弃，属灵父亲你所想的都撇弃你，属灵父亲你所想的也撇弃。但是耶和华的恩典高过我，但耶和华的恩典高过我的不配，高过我的不配，遮盖我这个软弱的人，遮盖我这个软弱的人，并且今日兴起我，并且今天兴起我，带着我们所有的孩子，带着我们所有的孩子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敬拜神，认识他，认识他，跟随他，跟随他。求主祝福我哋，求主祝福我们，亦都祝福我哋每一个儿女，也都祝福每一个儿女。呢个亦都系神俾你嘅呼召，这也是神给你的呼召。起嚟敬拜佢，起来敬拜他，并且起嚟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起来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阿门，阿门。
信实是直到万代的，主啊，你要我们万国都要起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多谢你，原本我们同恩典是无份的，主啊，但是你却将我们括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主啊，藉着亚伯拉罕，你叫他叫万国都得以蒙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我们大大的赞美你，主啊，所以赞美你，主啊，赞美你，全地都要赞美你，主啊，你是你拣选我们，主啊，是你首先拯救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生命去拯救去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你的救恩大大的把我们从废堆当中去拯救出来，主啊，你叫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重新建立我们，主啊，赞美你，列国都要起来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思想神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样去思想神的慈爱呢？我们要思想我们生命的低点，我们要思想神怎样在我们软弱，在我们犯罪，在我们不能够，在我们拜偶像的时候，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的生命树再一次的连结起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去祷告，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人，如果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为自己，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人一起去祷告，祷告自己生命的软弱，然后我们一起去感恩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大过我们的软弱的，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审判的，神的慈爱是盖过我们该受的审判的，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生命来感恩来祷告。神，你没有因为我的自卑，没有因为我的惧怕，你来到的撇弃我，神，你仍然拣选我们，神，你的 kindness 是大过我们一切生命的软弱，神，我们赞美你，我们多谢你，我们要大声的来赞美你，
主啊，因为在创世之先，主啊，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本来我们是约之外的，主啊，本来我们是该受审判的，本来我们是要落地狱的。主啊，但是你的慈爱藉着耶稣基督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爸爸，孩子过去是叛逆的，是反叛的，是骄傲的，是不听的，是顽梗的，是活在捆绑，是活在情欲的里面的。主啊，很多的忧伤，主啊，翻转不过来的，在家族的咒诅的当中的，活在贫穷的里面的，很多的愤怒啊。但是主啊，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耶稣基督，你的公义成为了我的公义。主啊，以致今天我能够蒙恩，主啊，以致我今天能够得救。主啊，并且我要多谢你的信实，你的稳固，你的不变。主啊，你对我的慈爱永远都在。主啊，多谢赞美你，多谢赞美你，你对我们的家，对我自己是不离不弃的。我要向你献上大大的赞美。主啊，真的是到你的面前说，若不是你向我大施慈爱，我不能站在你的面前赞美你。若不是你的诚实，你的信实临到我的生命，我不能站在这里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说，谢谢你，谢谢你。耶稣是全地的主宰，他是我们唯一的主宰，也是万国的君王。列国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他的 kindness 盖过一切列国的罪，他今天的 kindness 仍然在这里。我们要起来赞美耶和华。列国啊，你要知道全地的主将要回来，我们要用赞美的欢迎他回来。列国众海岛都要赞美神，每一个角度都要起来赞美神，美国要起来赞美神，加拿大啊，你要起来赞美神，澳洲啊，你要起来赞美神，纽西兰你都要起来赞美神。神的 kindness 要遍布每一个角度，祂的生命要种植在每一个角度里面。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
祂向我们大施慈爱，因为祂的诚实直到永远，因为祂是永远不变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进到灵里面的祷告，我们为到万国万邦来祷告，我们宣告万国万邦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直到耶稣基督的回来。我们一起大声，我们进到灵里面的祷告。哈利路亚，撒拉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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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赞美神，法国起嚟赞美神，比利时起嚟颂赞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嚟宣告，法国要起嚟赞美他，颂赞他，因为佢向我哋大施慈爱。奉耶稣基督的名嚟宣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要起嚟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嚟宣告。北歐要起來讚美神，挪威、瑞典、芬蘭、丹麥、德國要起來讚美神，奉耶穌基督名來宣告，俄羅斯要稱頌耶和華，全亞洲都要起來讚美神，因為耶神信實直到永遠，凡有氣息的都要讚。求你把敬拜赞美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我们说一生活着来赞美你，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赞美你，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赞美你，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是啊，爸爸，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赞美你，你是至高至大至广的神，所以我们要起来颂赞你，因为你是配得的，因为你的不动摇，因为你的不变，主啊，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以致你的名是配得全地来赞美你的，我们多谢你，主啊，所以感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你给全地赞美你这个的意象给我们，给我们知道我们要是遍植生命树在全球，
主啊，我哋都知道神你拣选我哋喺黑里边，弟兄姊妹要祷告，为到我全地嘅分堂，我哋六一嘅分堂遍布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我哋为到呢分堂嘅祷告，喺台湾、喺马来西亚、喺菲律宾，甚至非洲、日本、亚洲整个地方。而家我哋都要去到歐洲，我哋為到呢分堂禱告，求神俾我哋睇到真係遍藉生命樹嘅異象能夠成就。呢個嘅異象就係要全地去讚美耶和華。我哋一齊開聲嘅禱告，一齊嘅開聲禱告，為到嗰啲嘅分堂去禱告。哈利路亞。我们进入灵里面，我们进入灵里面，让圣灵光照我们的罪，让圣灵光照我们的罪，特别是这一两年社会动荡，特别是这一两年社会动荡，瘟疫围绕，瘟疫围绕，经济艰难，经济艰难，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一切的困局当中，我们的本我 真面貌，让我们看见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真正的面貌，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容易受伤害，容易受伤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孩子，无论你几咁嘅软弱，孩子，不论你怎么样的软弱，不足，困难，但系神嘅 kindness 都遮盖你，但是神的 kindness 都遮盖你，你有几多嘅需要？你有多少的需要？Your word of kindness is mighty over you. 耶和华的 kindness mighty is over you. 神的大能，神的大能遮盖你，遮盖你，对你强而有力的支持你，
强而有力的支持你，从古时到今日，从古时到今日，包括今日一切的状况，包括今天一切的状况，直去到永恒你所看不到的，直去到永恒你所看不到的，神都这样不改变的，神都这样不改变，用他的 kindness 遮盖你，用他的 kindness 遮盖你。孩子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里都投靠在耶和华的 kindness 当中。孩子，让我们都在灵里投靠在耶和华的 kindness 里面，让神的 kindness 保护你，让神的 kindness 保护你，遮盖你，遮盖你。在神的 kindness 当中，在神的 kindness 当中，我邀请你张开你的双手，我邀请你张开你的双手，你放松你自己，你放松你自己，将你所要抓住的嘢，将你所要抓住的东西放手，放手，让神来 take over， 让神来 take over， 神接住，神接住，将你的软弱，将你的软弱，让神的 kindness 承托，让神的 kindness 来承托，让你的不足，让你的不足，在神的 kindness 当中，在神的 kindness 当中获得补足，获得补足，投靠在他里面，投靠在他里面，让神的 kindness 拥抱你，让神的 kindness 拥抱你，遮盖你，遮盖你，甚至在这个疫情当中，由于艰难的时候，你和人相处的艰难，和家人相处的艰难，甚至在疫情当中，你跟人跟家人相处上的艰难，关系的破裂，关系的破裂，你交给神了，你交给神，让神来遮盖你，让神来遮盖你，神必医治你，神必医治你。深深呼吸，请你深深的将神的 kindness 吸入你的灵里面，请你深深的呼吸，将神的 kindness 吸到你的灵里面，将你里面的怨气呼出来，把你里面的怨气失望绝望呼出来，失望绝望呼出来，因为神永不改变，因为神永不改变，过去他怎样托住你，过去他怎么样托住你，在今日直到永远神都要这样托住你，直到永远他都要这样托住你，让圣灵来充满你，让圣灵来充满你，让神的 kindness 包围你，让神的 kindness 包围你，kindness is the way， kindness is the way，是我们所讲的弯位，是我们所讲的弯位，你要行的路，你要走的路，不要跟这个世界，不要跟这个世界，要跟着神的 kindness， 要跟着神的 kindness， 领受神的 kindness， 领受神的 kindness， 也都用 kindness 去待别人，也用 kindness 来待别人，用 kindness 来待自己，用 kindness 来待自己。神的 kindness， 我们领受了神的 kindness， 让我们来赞美神，让我们来赞美神，我们领受神的 kindness， 我们领受神的 kindness， 孩子啊，你的心灵，你的灵魂要仍归安静，孩子啊，你的心灵要仍归安静，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这个厚恩就是神的 kindness， 这个厚恩就是神的 kindness， 他没有按你该受的罪孽过犯来对待你，他没有按你该受的罪孽过犯来待你，
施恩施慈爱，他向你施恩施慈爱，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永不改变。让我哋嚟投靠佢，让我们来投靠他，让我哋用咁样嘅心嚟敬拜佢，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来敬拜他。我请敬拜队再带我哋唱一次，我们请敬拜队，我哋用我哋嘅灵，我哋嘅心，全人嚟敬拜。请敬拜队再一次来带我们唱，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心，全人来敬拜。耶稣，多谢你。耶稣，谢谢你。多谢你，谢谢你。我哋还要向所有我哋认识嘅人述说你嘅 kindness。我们还要向所有认识的人诉说你的 kindness。神啊，多谢你。神啊，谢谢你。多谢你，谢谢你。你祝福我哋每个人。你祝福每一个人。你嘅恩典够我哋用。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嘅慈爱胜过我哋嘅过犯。你的慈爱胜过我们的过犯。胜过我哋嘅软弱。胜过我们的软弱。我哋爱你。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多谢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每一位，祝福每一位，来到喜乐，
你是喜乐，大有恩典，大有恩典，神要与你同在，神要与你同在。我们下周再见啦，我们下周再见，祝福大家，祝福大家。